今天是15号，今天的月亮蛮奇怪的，是刚好被乌云挡住吗？很奇怪，这月亮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个15号呢，月亮应该是圆形，它是被乌云挡住吗？好像变成一个月眉啊，变成一个月眉啊。现在是放大10倍的光圈，没有那么远，所以照不是很清楚。用眼睛看是一个月眉，很明显，一个月眉很明显，好像月亮被那个好像月食那种感觉，好像月食啊。今天有月食的那一种吗？的那种气象报告吗？这个很奇特呢，很奇特呢。现在看，这个光圈没有那么远，没有办法照得非常清楚。没有办法照得非常清楚，隐约可以照到一个月眉的样子，但是没有那么像亲眼，现在目视的话是很清楚，是一个月眉的样子，很像那个戒指啊，很像戒指的那个样子。哦，像戒指的那个样子。很像戒指，好，再把它缩小，把它缩小，把它缩小，现在是5.7倍，4.6倍。3.9倍，2.7倍，好，现在是2倍大，2倍大，看起来有那个月眉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但是目视更清楚哦，目视哦，那个像月眉的那种样子。好，收回圆大小，这是1:1的，1:1的，这是1:1的。这是台南的水交社从化区。水交社从化区，2倍大，2倍大，把它 focus 住。还是不是非常清楚，但是有月眉的样子，是的，像一个戒指的样子，漂亮，像戒指的那个月的那个月圆，但是这是月食吗？还是被乌云挡住的关系啊？
有那个月美的样子。月眉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很漂亮，很漂亮的月眉，水啊！有漂亮的月眉。把它放大十倍看看，哦，这是放大十倍，放大十倍的样子。有像戒指的样子哈，但不是非常非常清楚，因为这是光圈没有那么远。好，再缩小。这是2.8倍。2.8倍，有月眉的样子啊，2.8倍，2.8倍有月眉的样子。好，再把它缩小，缩小2倍。这是2倍，看起来有月眉的样子，看起来有月眉的样子。今天是有月食吗？真的很漂亮啊，像一个戒指，应该是月圆呢，今天应该是15号月圆，结果它像一个月眉的样子，像一颗戒指。 OK，OK， 到这边，拜拜。